大家好，我是 Penny， 今天我要来开箱淘宝啦。今天淘宝的开箱呢，就是为双十一的活动。你跟我一样是住在美国的话，那美国现在也有淘宝双十一的活动，一些折扣跟优惠。在美国的淘宝双十一活动时间，在美东时间11月10号的上午11点开始。如果跟我一样住在美国，那你可以在淘宝的网站上面右上角，可以把地区选为美国，就可以开始享受一些折扣跟好礼。好，废话不多说，那我今天买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就是我觉得我需要的。影片里面所有我买的东西都会在底下的资讯栏里面都会有链接可以去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盒子，那盒子呢，它其实最早我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化妆品的收纳盒，可是呢它这个居然我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天哪，我很需要这个。它就是拿来放饰品的，个人的饰品非常非常少，所以其实这个盒子就够了。三格抽屉，它这个拉起来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开很多。第一格它是放，我估计这就是塞戒指的，然后旁边可以放一些什么 Pandora 那种小小珠珠这样子。是第二格，我觉得可能就是手链吧，或者是可以放一些小东西。这一格好小哦，原来这应该放手链。第三格是空的，我估计是放项链啦。我发现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夹层它是可以拿出来的，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找到一个方式把这个盒子放在某一些地方抽屉呀，那你这个里面还是可以拿来放化妆品，感觉就是买一送一的概念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来说非常实用，放在桌上上面还可以再放一些化妆品啊，或者是保养品之类的，就是整个桌面不会太乱，因为像我的书桌真的是有点太乱了。再来就是小夜灯，我觉得这个是老贾非常需要的东西。那现在人呢、啊、我们真的是越活会越来越懒，说你就是不想站起来关灯，或者是明明就有一个小夜灯你就是懒得翻身，你就是需要这种有遥控器的小夜灯。他习惯就是晚上会开一个灯，虽然说不是开在房间，可是它是开在厨房或者是走廊的地方，或者就会让我感觉我没有使用到这个灯会觉得有点浪费电。那如果说我半夜要起来上厕所，我自己的个人习惯是我会再走出来开灯，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夜灯。现在因为早上我没办法示范给大家看，然后晚上的时候拍另外一个画面给大家看。小夜灯上面还可以再插插头，所以我觉得蛮方便的。我选的款式它有插座款、 USB 款跟加上黄光或者是白光，我就觉得太方便了。但每次要站起来开关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真的非常痛苦。再来就是我非常兴奋的，剩下的都是地毯类的东西，因为现在冬天厨房地板上都是铺狗的毛巾，就是因为厨房是瓷砖地，其实有点冰，铺两个这样子毛巾在地上。我自己平常又很常做饭，所以有时候厨房水会滴来滴去啊，我就会要拿这些毛巾擦地板，这样就会觉得很麻烦。而且我又不喜欢穿着拖鞋做饭，我觉得很卡。不穿拖鞋，我又觉得瓷砖地板非常冰，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真的受不了。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买在洗手台这边放一条，做饭的地方也放一条。我选了两款蛮喜欢的，所以我就想说居然都打折，我就买了两款。一个是那个塑胶，就是橡胶皮那一种，我觉得这图案很好看。另外一个型我是买布的，这是长的，然后它每一个我都买了一套短的加上另外一个长的，不太知道我想要哪一种，所以我就两个都买。而且这一组超便宜的，刚好它的图案是有关于厨房的，有菜刀啊、红酒杯啊、面包，哦，好长哦，这样子，一样的花色。下一个就是我买了那个同个款式的地毯，是花色不一样，地球、行星那一类的图案。我自己个人想法是我想要把它放在床边边，就是当一个脚踏垫这样子。买两个，一个放老贾旁边，一个放我睡的那个旁边。哦，打开就是这样哦，太大。这个好像是我想要的花色，后面还有这种防滑的颗粒，还蛮不错的。另外一个是黑色的星球，
当时看他就是写说非常有 Instagram 风格的地毯，我就哇看起来好漂亮，我就买了。这个我想要放在老家那一边。最后一个好像是我买了小米的延长线，觉得小米现在真的好厉害哦。回东莞的时候，哇，去逛小米店，他们真的出好多东西。好，那我们自己家里都有转接头，我才买了这个灯跟插头，上面这边也有 USB 的，所以我就想要体验看看小米的东西，就是它的质感啊。因为我姐也买超多小米的，有的没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啊、充电器啊、手机啊，就是各种小米的东西，我就觉得他们的东西真的看起来不错哎，那就要去来整理一下厨房地毯，实际的放在上面给大家看看。这条是大条的，现在就在想说要把它放在哪里。这条这样子看真的蛮漂亮的，我现在就在想说要放大条在这边，然后把它放长条的，还是放短的，还是放布的，还是放塑胶的，就好，没关系，我到时候再想想。但是这样感觉就还蛮好看的。这个就是它这边的黑色星球的垫子，感觉还蛮漂亮的耶。这边是我的，我觉得白色的也很好看耶。结果好，我现在在拍，然后它就自己走上去了。结果去外面，这花色真的还不错耶。它现在在闻这一块，你喜欢吗？你是不是会睡在上面？好乖哦。这个小块的其实我可以拿去放在厕所，厕所现在也是瓷砖的，厕所现在只有这一个。我在厕所我也不喜欢穿拖鞋，每次站在这一块刷牙洗脸的时候，我都觉得脚很冰。而且因为我为什么不穿拖鞋，是因为拖鞋会变成湿湿的，然后你又踩出来就会很脏。我在想要等老贾回来跟他讨论一下。如果你是新朋友收看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们。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拜拜。